你好，我是一涵，迷你世界多人生存第26期。表弟和小小同学踏上了寻找鸵鸟的旅程，他们都开始出游驯服坐骑了。魏不懒先是驯服了蓝群，再是驯服了团子，团子可闷了，一跳一跳的就跳到这里。你们乖，我现在呢要出去寻宝，老是待在冰原和草原也不是事呀，我就一直朝着南方前行，正好和表弟相反的方向。在南方，树林陆地越来越稀疏，每次都要游好远好远才能够找到。有时候啊，天黑都找不到陆地，只能够在水里面睡上一觉。隔天太阳出来了，再继续赶路。前面有个浅滩，上边啊有好多好多山羊。再忍不住，就先把小猪变猪排。还是赶紧赶路吧，旁边就是松树林，可惜啊，这松树林并没有我要找的东西，我就继续游啊游的。哎呀，旁边有陆地，过去看一下，原来是红树林，第一次找到红树林，希望不要让我失望呢。远方的表弟和彤彤都已经找到了迅猛龙，这片红树林会不会有呢？我现在在小岛四处瞎逛，可什么都没有看见，小鸡也很少。另外一边呢是桃林，家附近就已经有桃林了，所以还是继续在红树林寻宝。刚回头起跳就看到了迅猛龙，在那里啊呆呆地望着我，看来我骑在化石龙上，它也不会攻击我的。我和他正面对视了很久，都没有什么反应。现在我要学表弟他们挖一个坑来困住他。听表弟说需要三格深才行，我就挖了9公格，然后三格深。现在呢，就骗迅猛龙进来。我走了过去，他已经注意到我。来吧来吧，我往后撤了一下，他跑得很快的，但还是把我咬住了。他很聪明，竟然会绕开地洞。妈呀，你别过来，我咬死了，咬死了。得嘞，还是被咬死了。这迅猛龙太可恶了，我在地洞里看着，快下来。怎么还不下来？费尽心思，总算是上当掉了进去。你现在呢？没觉得吧？不过这空间好像有点太宽，其实6公格就可以困住的。但是三格深还是远远不够，它还是能够咬到我。好了，最后就做成了一个机器，这样子就可以攻击迅猛龙，也咬不到我啦。目前呢，我还缺少烤全鸡，等我有了烤全鸡，我就带你回家。那本期视频先到这里，下期见，拜拜。